练习的第一题哈，啊，里面的话呢，基本上哈，我们要显示几个讲义里面哈，各位也看到，就是在那个什么呢，备注里面呢，判断说他的体重是标准还是不标准。那所谓的标准哈，指的就是说呢，他的最关键的那一栏，就是增减体重百分比那一栏，啊，里面的话呢哈，把这个切过来啊。最关键是追栏里面的那个增减体重百分比，那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前面是他的标准体重，后面是他标准他的体重跟标准体重相比较，像这个女生哈，她现在的体重45公斤，她的标准体重是57.4，意思就是她增胖，增胖多少？就是增减体重吧，要增加27%，她原来体重的27.6%，意思她太什么？太瘦了嘛，对哈，啊，以此类推啦，那标准的应该是正负5%之内，OK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啊，如果说我要判断是否那个标准的话，那基本上呢，我要不就是5%啊以上，要不就负5%以下，那这两个区域的话哈，都是属于不标准的，中间这一块呢才是属于标准的，啊，可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逻辑给做出来哈，而这里的话呢，我需要一个逻辑判断，所以在备注里面的话，有没有放上去插入一个函数，函数名一样用 if 什么呢？逻辑，哎，逻辑的话，所以我逻辑有两个，一个是什么？增减体重百分比如果大于5%的话，哦，哎，这个是不标准，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啊，哎。这个增减体重5%，它如果小于负5%也是，可是问题一个 if 里面的逻辑只有一个格子，如果你要放两个以上的条件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哎，我的习惯哈，在前面加一个什么呢？它是连级还是交集？有没有？刚刚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啊，有没有可能有交汇的地方？没有嘛，那所以一定是偶尔。如果有交汇的地方，那就是 and。OK，应该可以了解了哈。反正逻辑里面不外乎就偶尔，不外乎就 and 了哈。那这个地方我是用偶尔，所以记得哦，我在这个前面如果要两个以上条件，那我的习惯会直接在逻辑前面加个偶尔，然后前刮胡。第一个条件先打上去，再到后面补一个逗点，第二个条件再补上去，这个什么样？小于负5%，OK，负5%，好，后刮胡一下。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做完了啊。当然，你还可以再逗点啦、啊，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，哈、哦。我印象中好像最多可以7个吧，还是多？啊，不，最多255个。不过理论上没有人做那么多的逻辑判断。好啊，如果呢这两个其中一个为 true 的时候，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它是不标准的。所以我在这边的话，输入一个不标准。哦，OK，不标准。反之的话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剩下就标准。所以呢，我们是怎么样？这个里面的逻辑是先把那个不标准先抓出来之后，那、啊、剩下就标准的。OK，应该可以理解了，按确定。好，确定之后向下填满，第一个就做完了。不过哈、哦，请各位做另外一个练习，也许可以把那个综合练习啊再拖拉一下。拖拉过来哈，Ctrl 键按住了，这边也许可以把它改成用 and 来做。哎，我刚刚是用 or 来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请各位哈可以试着做做看。假如说我用 and 可不可以做得出来？当然可以啊。哦，有没有？刚刚是挑出不标准的，那 and 我是挑出标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所以刚刚这个逻辑，如果把它删掉的话，我要重新把它改成 and，怎么做？好，这个第这个另外。一个变化题，好，把偶尔改成 and 试试看。那第三个的话，哈，也许可以试，因为不标准里面有那个过瘦，有那个过瘦的，也有过胖的，哎，那我有没有办法把不标准里面呢再做筛选，把那个过瘦的，比如说像刚刚27.6，哇，那个太瘦，它增加它现在的体重27.6的话，那表示它实在太瘦了，所以有过瘦。跟过胖两种，那不标准呢？我如果说我希望哈、哦，快速的把那一些过胖或过瘦的人呢也抓出来，那怎么做？哦，就是说，再针对不标准，再筛选。
这样怎么做哈？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，先也许第一个先偶尔的部分先做做看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做 and 的部分，and 做完之后的话，再想想看啦，如果可以把那个什么了，过胖或过瘦可以挑出来，因为同样是不标准，可是这个不标准里面呢又差很多啊，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健身中心的业务人员好了。那你当然哈，你要找那个你的客户来源，应该如果想要找，应该是优先以那个什么呢？他体重是过胖，我想应该为优先啊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把不标准里面呢，把过瘦的踢开了，剩下来把那个过胖的抓出来，那要怎么做哈？所以其实要把资料里面再抓你要的资料，这件事还蛮重要的哈。那怎么做啊？其实基本上也是逻辑判断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所以今天刚刚一堆的逻辑判断，这边也是逻辑判断，所以这个都是在做逻辑非常的重要，无论你在任何地方，你都要做逻辑判断才能够抓出你需要的资料试一下啊，and。